树叶啊要离去，爱人啊要分开，走了春天，阵阵风雨跟阮跟几暝，为何放袂开？心内拢是你，敢讲我的感情，我的心拢跟你去。无你风袂停，无你风袂停，若无你全世界拢冷冰冰。叫天袂，叫地袂，不管你离开。想要你的永远，永远陪在你身边。心爱的，我爱你。永远相随，无你风袂停，无你风袂停，若无你全世界拢冷冰冰。叫天袂，叫地袂，不管你离开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随。这间的咖啡袂歹，较早我常常跟我太太来啉。你有想要啉啥？我帮你介绍。免，我不可能坐伤久，所以你去路了安怎？小东，你敢会当帮伊耍？你小东需要人家提醒，答应过别人的代志。爱照片照镜，安尼听起来，你是想要继续用宽容来压迫我的红仔？其实是王道川的压迫，因为伊欠王道川30%友善平台的股权，王道川叫我替伊讨，但若无，伊会对我不利。算起来，我嘛是被害者，所以请你可劝李小东，应该好人诶，得爱好人，安尼大家较少麻烦。你若是想要叫我传话，用电话讲就好，唔免跟我骗来家，跟你见面。我是真正想要跟你见面参详，把李小东的代志做一个解决。你一个警察长，竟然替王道川迄款人做代志，我真正对你无话通讲。林小姐，请你叫我李太太。新月，咱的老顾问有话找你。阿姨人呢？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我若是讲我专工来找你，来甲你看看，你敢要信？那是公司，得请你简单讲。那是叔叔，我无时间奉陪。公司，我刚才会甲遮的负责人讲，叔叔，我甲你无迄个交情。以你的身份甲地位，我想私底下我有一件小生意要甲你讲，请。对大客户，我才会入去迄间办公室甲伊讲话。伊你的人缘，而且受欢迎的程度，而且更得好，请。既然是小兄弟，就别浪费我的时间，请你简单讲。
小东的物件，你开一个价钱，该买回去。既然是小东的物件，伊才有权利决定要买还是唔买。但是，我会当甲你讲一个选择。但是小东的物件，甲伊的心，我算伊的心。这个皮包啊，是小东无小心落伫外遐。我想做一个心理界的风度，应该甲伊送倒来害你。真正的心理界，应该小心保护伊的战利品，哪会这么随便就摕出来给人看？搁当作是小生意在买卖，这完全是一个失败者的行为。对你这个人，我应该重新评估。你会讲这款的话，有两种情形：一种是过度自信，另外一种是骄傲。昨暗你有打电话小东，伊无接，因为在伊身躯边的人是我。安尼真可惜，迄通电话应该互小东搁接，然后你替伊甲我讲话。安尼今仔日你就毋免浪费时间特别来遮编这个故事给我听。我看咱的小兄弟是讲袂成啊，这个皮包啊，你会当咋嘞？离开有声平台。这个皮包啊，我收藏。我希望你对你家己、对小东，永远保持这个信心。若是我等到小东的迄天，你才会知影，你是输你家己的自信，甲骄傲。那还是恁两个。阮是来找你讲话，不是问案。为老任何记录，你无需要顾虑。既然不是正常的问案，安尼真歹势。我无想要浪费时间甲恁讲话。阮是想要问看卖，文主公甲地君庙是毋是同款的拜关公的？你讲啥？我听无。阮相信小东甲伊德所讲的，所以才会来找你。原来你甲全小组的目标是同款的。小东因两个袂当代替我发言，我家己讲的，叫我遵守。我拄则讲啊，我是相信小东甲伊德，所以我专工来甲你重新熟悉。你唔免甲我讲伤济，你甲上合作，互我人命就好。你甲黄道川搬了遐尼久，应该真了解伊的手了。你出事，因为着要保护家己，一定会甲你做掉。你的性命真有危险。小东所讲的，像你遐尼了解黄道川的人，一旦失去利用的价值，对伊来讲就是一种威胁。黄道川用什么手段，应该变我家讲。恁若是相信小东的话，安尼王道川咧对付我的时阵，就是恁的机会。你已经做好上歹的打算啊！我啥物拢无讲，嘛无暗算要讲，你免浪费时间啦。要对付这个集团，加一个人，加一份力量，任何的牺牲，拢会是损失。叶先生，拜托你，你千万要保重。我是让恁抓来，咱是敌对的立场，无需要加讲话，请恁离开。叶先生，你即摆的处境，不管是面对苏焕，还是面对王道川，拢真不利。会当保护你的人，就是甲你合作的人。拜托你，请你甲我讲。你家己乌白想的代志，我是要讲啥？咱的谈话到这为止。
我爱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随。有甚物时间？有甚物代志？紧讲讲诶！李小龙一人到过啊，你怕是要来处理。伊是吃你到过，毋是吃咱到过。我为着要顾你诶面子，已经甲伊刁问过啊，伊也是无愿意交出高官，所以我决定甲伊逮捕，收押禁见。有人讲诶，伊真有经验。收押禁见，你敢会让步？我敢会当做到安尼尔？伊是毋是会让步，甲我无关系，看你的运气。莫让伊好过，人的命留落来，我阁有路用。李小东这个人，若是会听你的差价，伊今仔日就会甲股权交出来。伊敢对你讲的无算话，迄就表示伊根本无甲你看在眼内。你敢看无清楚？无一点仔个性，都毋是人才啊！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来教官嘛。另外，阁有一项要紧的代志要讲予你知，我打算把叶俊明除掉。出人命，对你敢有啥物好处？伊了解我，知影我真济秘密，而且伊对我已经无啥物利用的价值，予伊继续活落，早晚会把我的代志拢讲讲出来，上保险的方式。都是有这人监管消息。这个案件，媒体拢在注意。若是变作命案，我无多替你上班。叶俊明跟你们有熟识，而且伊这个人记忆袂歹。伊若讲到王道川，也顺续甲许伟讲讲出来。你莫当作是把我许伟，这嘛是保护你个底啊。甲叶俊明抬死，绝对会影响到我。我无可能答应。我拄则讲了真清楚。我是把这个代志讲予你知，不是把你清洗，搁较不是要求你动气，因为你的命根掌握在我手头。给你捧场，你是检察长，给你拍落，你是无路用的许伯贵，几斤几两重是我来决定的，莫想要在我面头前发起发抖，因为我是王道川，听清楚。安怎？即摆连张建文，我爸都唔肯讲。这线头若是唔出面，是搞我爹替阮爸拼命。若真正要拼命，我听。但是要安怎拼，还想想好。李总，是毋是伫遮加班？是啊，昨暗你有打电话小东，伊无接，因为在伊身躯边的人是我。是安怎？无代志。你的皮包啊，我伫报纸边啊捡到的。多谢。小东，是啊，你来一下。我要走。恁两个是冤家是啊？啊，若无新月领袖，咱就歹看。你安尼雄雄空空走入来，有啥物代志？啊，代志大条啊啦！叶俊明要向关去请啊。同志，公安行测有啥物代志？徐伯威拄只去找王德川，我刺激的。一个检察长捡一个乌头来讲，你就是拍的徐伯威，因为我是王德川。重点啊！哦，伊就拍算。在叶俊明去提讯的时阵，甲处理掉，袂当让伊娃娃加入地检署。真正要啥物物件？伊的，虽然爸做真侪歹代志，我有歹势讲，这是伊报应。你讲咪？同志，俊明阿姐是家己啊，已经查了十几年了。客气人，
啊，对于咱无够好，查案敢有查出啥物物件？你唔捌就较点的。王警官，要紧的就是爱机密，坐坐。阿妈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搬回来啊？对啊，啊，你的房间哦，住伤济工哦，啊，我一日安尼照镜哦，感觉讲，哎呦，安内愈来愈少年，阿妈今日紧回来。阿妈，哎，阿公，哎，阿公，阿妈，我叫。搬来遮住的啦，啊无吼，家己住喺饭店吼，我那真袂放心。啊，搬来遮住吼，大家住到底嘛较闹热。多谢阿哥，搬来遮住了后，我以后上班就较方便。免客气啦，啊那吼，你甲面有斗三工，是阿哥爱甲你说多谢。啊以后吼，你小佩啦、怡柔啦、甲怡德吼，都爱帮你多多照顾、多多栽培，以后才有法度通发面头。阿哥，这你放心，你看小佩。你人哦，生得水，能力嘛真好，而且甲怡柔因感情嘛足好诶，我一定好好甲伊栽培。你若当好好相处吼，即、這个民妇哦，未来绝对有希望诶。对啊，小佩，等下伊着倒来，你甲伊同齐来找我，我阁有一挂公事要甲恁商量。好。啊，对啦，小姑，我坐来你房间。好，阿妈先别啦。好好好好。你叫我跟小佩来，有啥物代志？你是不是搁在追查杏仁粉的来源？我敢袂当查？我已经讲过啊，原料是进口的，无问题。我已经查过啊，去因公司只是挂名的人头公司。所以咧，即摆已经不是阿姑跟大俊儿子的问题啊，是原料有问题。那无，无可能会这么俗，这比儿子更加严重。公司是我在管的，由我做决定。我要求，把原料的来源查清楚，那无，马卡龙袂当就市。卖就市，卖就市，敢有法度救民富？即摆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到什么程度？你敢知影？小阿姨，伊的毋是要讲对象，但是马卡龙若是真正有问题，民富会受到真大的影响。即马是雷文刚，你教我安怎经营？雷个时势，你教我安怎做事也着对。我毋是这个意思。小阿姨，这件代志我一定查到底。你若是毋听我的苦口先停产，安尼我将来会当甲阿妈讲，互阿妈来做主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想恁阿妈嘛无法度做主。只要是甲咱厝、甲公司有关系的代志，阿妈就会当做主。这是一个外人的代志，伊叫做李静勇，伊还阁外人，是恁妈妈出国进前亲嘴甲我讲的。若是伊的代志有关单位知影，阿妈应该是无法度做主。小佩，我真正想要知影你即摆的想法。刘耀文，你到底想要从啥？小阿姨是想要摕这秘密甲你交换，希望你莫阁追查杏仁粉的代志。想袂到你是用这款手段得经营公司，甲民富的财务业务叫倒转来。为着这个目标，任何合法的手段我拢会用，小可违法方法我会考虑。小阿姨还阁是一个重视名声甲地位的人，袂做到不择手段的地步，压迫别人、威胁别人，就是不择手段。您安怎讲安怎想，一点仔都无重要。伫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麻烦您先了解民富目前的财务危机。若是民富倒去，您所讲的是非，怪我不择手段，一切拢无任何意义。伊德，你明仔载透早来上班的时阵，找我报道。我希望我会当听到你的答案是答应我所讲的交换条件。你会当出去啊？一领新娘衫，对我幸福甲美满，感谢天公。
我爱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随。我要替我妈妈跟你发誓嘞，有答应过，要跟恁爸爸的代志讲出去。妈妈绝对不是故意的，我袂怪伊。我是咧去刘亚文，替阮爸爸的代志来甲咱威胁。所以我决定，暂时卖调查。这是咱的爸爸辛辛苦苦经起来的公司，是安怎会让刘亚文去看望威胁？这是唔对的代志。我无法度接受，敢讲无其他的办法。上好的办法，就是继续留伫民国，想办法甲民国摕倒转来。公司若是继续控制伫别人的手头，永远无法度翻身。咱的是大人，拢家己帮，肯伫咱的身上。我无想要互伊失望。阮爸爸有讲过一句话：，会当暂时是人事，但是绝对袂当失败。因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公司，我无想要伫我的手头。到面头真失败去，咱袂当承认失败，但是咱爱真清楚，上艰苦的日子已经来啊，咱做一定吃苦，咱做一定打拼。这里阿妈，要袂快？陈总，是不是有什么代志？你敢知影？陈总拄才问你，你昨暗是不是伫公司加班？你讲。刘亚文今日透早来找我，伊甲我讲，昨暗你们两个人做伙。伊是咧讲白贼对无？有一半是确实的。昨暗伊来药膳坪来找我，啉酒醉，伊阁想要食安眠药啊自杀。我咧想，我的皮包啊应该是迄个时阵叫伊捡起，到遮拢是真的。过来，我有请洪志送伊转去饭店，这部分都要问伊才清楚。我听你讲的时阵，是有小可怀疑，一部分是怀疑，一部分是生气，还佫有一部分是咧吃醋。但是我嘛有一部分是真相信你哦。刘亚文所讲的话，拢袂当信。我真正唔知影刘亚文是咧想啥，敢唔讲伊认为有钱会当买到任何的物件，包括别人的红色。哇！咱应该讲故事，我巴肚来恁阿娘，卖浪费时间来讨论伊。那安尼，我嘛要加弹琴，予咱个囡仔听一挂好听音乐。妈妈菜行个代志，你拍算安怎处理？明仔载，我就会予伊知影，袂当欺负别人个妈妈。你当然爱听妈妈家己教示，但是拄好就好。什么代志还要紧？这个代志要先处理，若无会出事。这个代志要先跳过抽检的，安尼才袂家己麻烦。你讲，我需要你出来。一句话，但是这个代志是违法的，你敢明白？若有必要，我就停，别想太多，赶紧行。伊德，吼、哦，大军哥哦，等你有够久的久啦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卖遐徛啦，来来来，坐坐。伊德啊，大军哥下暗哦，已经从台北迄上贵的牛排店哦，我替你订好位啊啦。
啊，我嘛知影，你结婚了后无油无醋啦，所以咱等下食饱了，咱两个兄弟啊，过来去抓蝴蝶。佳义，我是来回你消息。伊德，我希望我听到的是好消息。只有好消息，对公司、对迄个人才有帮助。我愿意让步。安尼真好啊，那安尼我会遵照咱的约束，保守迄个人秘密。我并无保，无表示你会当用公司做歹代志。我要甲恁提醒，咱是食品公司，原料安全是上重要。若无绝对会去危害着公司的名声。伊德啊，咱小姑姑哦，是一个有名声、有地位、成功的企业家啦。伊今仔敢有可能乌一个窟窿给家己跳？没嘛。所以咱买的原料有效无？有啊。啊，是毋是正经的原料？是嘛。啊，敢有到期？无啊。咱淡面还袂到期之前哦，就偷偷落去做啊，做啊做啊，俗啊俗啊。嘿，这方法若毋是小姑姑哦，我看无人想会到啦。这商业手段当然当赚着钱，但是赚着的钱敢会当买着面回信用？小阿姨，我希望你会当用你的良心去做判断。良心一斤是值偌济？菜市仔敢有咧卖？哎，对，你若咧市仔有看到，拜托甲我赶两斤啊！你听好，我下咧冰箱，啊，若惊歹伊哦，我会当下咧冷冻。啊！喂，李小东，我在前面跟你见面。喂，喂，喂，信号不好，喂，喂。是啥卡哩？诈骗集团。希望咱公司没有诈骗集团。小姑，安尼代志处理好啊，我现在无用啊。对啦，啊，讲的这个叶以德哦，跟我无共款，爱人家。懂未哦？伊即摆安尼锁出去会出事哦。无啦，我咧看你坐咧舒适舒适，歹势甲你吵咧。我是惊你最近食了无够青草，专工炸一项物件来甲你加菜。哦，加菜哦，安尼免啦。我咧讲啦，鱼翅龙虾鲍鱼高亢，我是食个会胃。想当啦，迄外青草你敢知？沙什米我甲冻饭咧食呢。所以哦，免甲加菜，我是惊胆固醇伤过悬。好，谢谢。来啊！对啊，监视器拍到的，看这，看敢有实在实在啊！哦，这摆做事人哦，足少年，搁遐尼漂白着。啊，这帅哥唔知叫啥名，林刚你嘛介绍我实在者。我拄只打电恁公司，我着联络伊。啊，大龙讲，伊叫刘大军呢，有影无？啊，好，我刚才上势。啊，是讲王建华，啊，你要找这个甲我生做。遐尼共的青春少年呀，唔知有啥物贵事啊？哦，这敖刚偷抓龙妖，佫唔惊人知呢？阿达，要紧要紧，来，王英华，你坐你坐。好，你无讲啊，我做形容袂记住。我最近吼有去做一挂好代志啊，像迄电视毋是咧报迄登革热最严重的，我着缀人去做义工啊，啊，四界去共抓蚊仔水啊。哦，勿怪哦。遐个农友哦，有看到你去李妈妈有机菜园，那这是蚊仔水还是农友啊？无喏，你安尼讲话哦，你就已经误了一个有为的青年啊！我咧讲，李小东甲伊关系是啥？迄无共款嘞，伊是毋是我的大细神啊？是嘛？啊，因某是毋是我的姨啊？是嘛？啊，讲起来，李妈妈敢是我的亲戚？是啊，所以我敢有可能去伊菜园啊抓农友的？袂嘛？好啦，啊，讲讲到这。莫讲遐济，咱来酒店开饭，我请，行。啊，检察官哦，咧地检署开一番，叫我带你去遐发小费啊。那是要我甲你扣转去，还是要家己啊？哎，检的，啥？袂当靠刘大军，
哦，今日下晡要提讯叶俊明，啊，刘大军去甲伊对峙。好，我了解，我来去甲讲。你真正交西运唔通达嘞，我即马正式甲你通知，今日下晡爱甲叶俊明对峙，唔通我袂走，等我电话。无错。平常时甲晋阳家有关，伊有才情有经验，那安尼你缀伫我身躯边，才通做搁较济代志。是。王老师，王老师，你安尼大细声，会影响到阮王先生的心情，你知影无？我无想要甲你这种卡讲话，闪啦！你要去想想，这当然是叫。杨哥，我找王老师真正要紧的代志，要紧要紧呐！啥代志？啊对啊，接到张警的通知啦，伊讲今仔伊要传讯叶俊明，啊而且叫我用晋宁的身份代表平和公司出面甲伊对峙。那法官问到你要紧的代志，你敢知影要安怎回答？啊，我就是唔知影，唔才走来问王老师。啊，细节程序遐尼复杂着，我惊万不然讲漏到伊，看袂安怎好。尽量卖开嘴。会记的，若是问到敏感的代志，你就讲你唔知，安尼就会用。遐尼简单代志会晓吗？会啦，若讲唔知哦，这我全靠你。联系落去啊。哦，啊，联系来等。建勇，这件代志咱爱做上歹打算。我相信有必要，叶俊明会甲我讲出来，所以绝对袂当让叶俊明活活惊你第件事。我了解。王先生，我想要对永哥出门。你去要从哪？你拄则毋是甲我讲，爱我甲永哥加二块。叶俊明的代志，我哪会当甲永哥斗处理？以后大家看到我，就会叫我一声洪志哥。啊，搁有叶俊明哦，即口哦，自较早就食阮爸食到到，搁看我看就无个。我想要趁即摆机会，出一口气。你若要对建勇出门，大细项代志拢爱听伊的，唔通大主大意。是。我有现在不点，爸，失望了。宇德，甲你反是同罪呢？你人哪会这么袂晓想？刚刚目睭紧紧，看你去给王道川派来杀出台时，也真够在会晓想。这款代志交警察去处理就好，恁两个何必去犯这款同罪？阿舅，这件代志是我跟警官讲好的。本来要因开心做生分担，跟你走。
警官全力甲阮配合，恁两个毋知影发警较衰，好佳哉，小张出手有责任。我必须通知犯对代志无帮助，恁送我倒去。不用嘞，我袂当让你去伤心。阮姐姐外出去旅行，啊，阮妈妈去甲养父阿妈做伴，所以阮厝即阵无人住。你爸爸，你当安心倒来。我怎啊变作倒来啦？是变啊安心？小东，恁真正是做袂晓想的呢。结恁婚是重罪，是会甲恁后半世人拢赔入去的。以后恁是要安怎？阿姐，这你放心啦，这是保护家己啦。等代志结束了后，应该都无代志。因为我的代志，和我家己的囝，还佮我上好朋友的囝，变作重刑犯，就算干那一天，我的心内都袂得过啊！不然，咱的任务若是佮我进行三五年，恁都还佮做三五年的重刑犯，这种罪名，毋是一个检察官保恁会行的。王道聪要杀你，先莫讲这个任务的重要性。有人要杀爸爸，一个做后生的是应该安怎做？当然先顾你安全，其他才佮讲。交代你任务的人，跑数绝对有够。我伫想，伊坐的位嘛绝对有够悬。目前这个状况，是不是应该请伊出来，替你打杂，保你安全？阿姐，若是你不方便跟伊联络，人命给我，我来。小东讲了对，你替这个人走任务这么侪年，这个时阵应该跳出来挺你。我即马总算了解小东所讲的。应该是有意义，不管是啥物对你不利，我一定会甲伊找出来，而且会找到底。但是我希望你会当平安，无希望有一天会替你报仇。阿姐，伊都已经甲你拢讲啊，你若是有啥物想法，甲我讲一声。代志发展到这，所牵涉的人愈来愈多，牵涉的面嘛愈来愈宽，想花淡薄仔时间思考清楚。咱再过来讨论。这么重要的人，竟然让人夹走，我要安怎面对顶下个媒体？还有人开枪，有人叫夹人，现场乱糟糟，我怪个人，怪啥政治，我嘛真无用的。你赶紧想，报告要安怎写？甲现场的情形写到愈危险愈好，知无？剑妹，你着知影我册读无济，啊你册读较悬，我较知影袂共。你替我写，着希望咱的运气有够好。若真正要处分，专案小组会互人解散的。我看是袂啦，长的受空受芳，着想要放杨俊明出去，即摆杨俊明走去啊。拄好顺意的伊，我看伊哦，即摆毋是咧生气，是咧偷笑。人是伫咧咱的手头拍无去，检察长有充分的理由来甲咱处分。即摆随去查，枪是谁开的，人是谁夹的，抓证明若是无抓倒转来，咱就免算了。好啦，我随来去查。叶俊明被人夹走，阮甲十六个队开，无时间杂人。敢知影对方是啥？我有去照会，但是无人知影这个代志。敢若知影对方两个人，下手真猛。夹犯人是大案件，人是背景相当，敢做？王才是，这个代志敢会想过拄好？
咱要甲伊处理，结果人去用劫走去，这安怎想哦，拢有问题。已经变做事实的代志，都无必要讨论啦。我想，迄居民真紧就会走来我家。伊讲迄叫小来找阮细叔爷，伊若敢来，我就甲伊收起来。叶俊明的个性袂做无把握的代志，伊若来，咱好好甲讲，讲袂舒适，请鼓励出手。这是一个住宅，袂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就算讲住伫同一层楼，大家嘛互相袂熟悉，厝是家人租的，但是有人问，看到会讲，伊爸爸是阮的厝卡，啊，佮有。我已经讲好了，后摆若是要来遮找你，得用敲门的。若是有人起电铃，你就莫去开门。应该是小佩啦。什么人？小佩。啊，我早食一下。好。后摆我甲新月会替爸爸准备食的物件，若是有闲，阮就送便当；若是无闲，冰箱内底有微波食品，留给爸爸家己哦。多谢你啦！啊，想袂到恁哦，甲我这多烦的生活照顾了这么周到。莫安尼讲啊，这阵啊，爸爸辛苦啊。看到你的笑容哦，就袂辛苦啊。我伫看守所的时阵啊，上届思念的。就是你甲伊路的笑容。那安尼，以后我着加笑一下，让爸爸欢喜。嗯。对啦，伊路好无？伊路最近心情是无啥好，内心紧万两把，伊坚持留做唔对的代志。不要紧啦，伊安尼想是正常的，总是有一天伊通了解我的处境，偷偷来就好。爸。到时候再跟着你委屈。决定要接这个任务的时阵，我都想好啊。我要接受任何的考验、委屈、误解，无算啥。在座的人，过去我对阿舅的误解上深，我家己过去也长期受着委屈。你所讲的无算啥，其实都是一步。我甲伊的想法同款，你会当继续你的任务，但是减轻家己的一步嘛是应该，敢不是？目前我会当想到减轻折磨上好的办法，就是去找王道川。你若是要去找王道川算账，我陪你来。王道川甲你收无过手，你过去找伊，等于是给伊机会，是不是蛮刚好？我去找伊，一个主要目的，就是要叫伊替我找出要杀我的人。伊派的人，哪有可能替你查？以我对伊了解，伊会答应。安尼，就当表示伊甲这件代志无关系，因为伊唔知影我手底有藏什么王牌。安尼一局，我甲王道川才会当继续进行落去。阿妈，阿妈，哎，阮回来。伊在小佩，你干嘛领的？我拄跑。唔免啦，小阿姨。阮家己来就好，免客气哦。若无会人讲，你唔敢入我这小阿姨泡的。但是我，但是我啦，妈妈，我讲，迄警方哦，咧押送高中去地检署的时阵，已经劫走啊啦。即卖新闻拢咧报啊呢。这款代志哪会发生伫政府的身上？爸爸被人劫走，这是害伊还是救伊啊？啊是当时发生啊是安怎样啦？哦，啊就今仔下晡啦。我听讲哦，现场够难开枪哦。啊两个警察，两个啦，安尼受伤啊啦。哦，啊尾啊现场足乱的，高调就叫人押走啊。啊即摆押去倒位我嘛唔知啊。发生这种代志，爸爸若无赶紧自首，罪会愈跑愈重啊。我当你讲这是啥意思？你敢若讲是恁老爸家己偷走的？俊明有讲过，伊袂做出对不起家己良心的代志。咱唔得爱相信伊，反正哦，伊是去用冤枉的。伊若是真正是互人冤枉的，
就应该伫咧法庭上讲好清楚啊，唔是偷走。你安尼唔知头唔知尾，还敢一直怪恁老爸？我就是惊这件代志是伊家己安排的，安尼所有案件加起来，伊是要让人关偌久？伊哦，阿妈拄则毋是讲啊，卖甲爸爸想得遮尼歹。洗钱这件代志，唔是我家己想的，人拢来出来甲伊掠走。你是我尊敬的爸爸，你爱我安怎想？欢迎跟我判刑啊！你是安怎要甲爸爸定罪？伊即马叫人劫走，你无烦恼伊的安全，颠倒怀疑是偷走。伊哥啊，啊你去看恁老爸时阵，你有发觉啥无？啊是讲恁老爸有讲啥？无啦，伊看起来真正常。拜托，但你即马当时看到歹人，额头顶完刻死的你。我是歹人，像恁这么友好，敢会不知恁爸爸即马人伫底？你若是知影，拜托你甲阮讲一下。你若是有时间，也拜托你倒找一下。若是囡仔是阮爸爸去用劫去，我一定伫外口走走，四处探听要找伊的人。恁亲像是心内有数，我讲了敢对？那这条独家的，我无报新闻台，我先报你知。阮高中也出名，伊即马咪咧。诶，林新月，你哪头厝？你所看到的新闻现场，确实是有人对我开枪，所以我想要请伊替我查一下，人是谁派出来？你这次回来，应该还佫有其他受害。我是要甲张剑的，还佫阿 Sir， 搞了未完成的任务，继续完成。你若继续执行任务，早晚会叫王道川发现，你的安全也出问题。你就是 David 介绍迄个啊？就是我本人。我是要找杀手呢，哪要注意人，资料摕来。钱摕来，嘛要加讲话啊！我得给你变变。你袂当警惕大军，袂当避而不去。那呢？有善比来损失，你要怎想？我知影，恁爸爸李进勇先生佮活跳跳，我感觉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心情转过。